主料：生长辣椒400克，卤肥肠100克。辅料：生姜、干尖椒、葱、油、鸡精、葱花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将生长辣椒蒸熟备用，卤肥肠切片，生姜切末，干尖椒切好，葱切末，炒锅倒稍多一点的油，烧至八成热时，下入生姜、干尖椒、肥肠炒香，煎至肥肠里的油分都出来的时候，下入炸辣椒，加一点点水翻炒均匀，用锅铲压平，接着底面焦酥时，反面炒散再压平，再煎焦，如此反复多次，直至每一粒米粉都焦香酥脆，最后加少量鸡精即可起锅了。装盘时撒上葱花，那真叫一个香啊！烹饪技巧：加水的步骤是炸辣椒的干洗程度而定。如果你的炸辣椒泡的时候水放的比较多，或者蒸的过程中积了很多水，就不用加水了。这道菜超级下饭，每次只要做了这道菜，像我这种平常不怎么吃饭的人，都会再添上一碗，真是欲罢不能啊！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